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做自动判断、自动拆分资料、自动切割资料。例如说，在这个地方，我是不是应该呈现那个县市？所以这边我就打县市。接下来这边应该是打区，还有什么？乡镇市区，应该是区乡区市乡镇吧。好，反正不管。接下来是路，路还包含段。接下来呢？巷，先是巷嘛，对不对？弄，我家住小地方，所以基本上没有这两个东西。接下来是什么？号，对不对？怎么做到这件事呢？以前我们是不是要写什么？写函数，写一个什么等于 left， 然后去抓，去判断这个是还是线，抓到之后呢？哎，我就去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拆分。现在啊，教你们一招。例如说，在这边我就直接先把第一笔资料这个新北市先做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去录制剧集咯。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功能？好，我这样全部这样往下，总共1000笔，然后怎么样自动帮我抓什么台北市放在这边，高雄市放在这边，你们知道这个功能吗？常用底下有一个填满，快速填入，做完了。这么棒的功能，您会不会觉得相见恨晚？不会啊。会吧，重点是等一下我要把这一段录制剧集，因为要不要给他用？要啊，要不要给他用？要。所以怎么样录制剧集呢？我先还原一下。怎么录制剧集啊？好，那我开发人员，因为等一下我是不是乡镇市区，是不是也要用相同的手法？所以怎么做呢？开发人员，录制剧集，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，我是不是要做那个县市？好，怎么做县市？做县市的一个拆分，好不好？我就取名叫县市拆分。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，做法就是选到B2 到哪一格？最好是系统自动判断，自动判断是以 A1 的最后一格的那个列数。接下来呢，去做常用底下的填满，填满底下快速填入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开发人员停止录制，我是不是就录制完？来去看一下它的程式嘛。这个应该叫做县市拆分，然后编辑一下。县市拆分，好，这边我先关掉。剧集县市拆分编辑，怎么？请问一下哦，这些是不是通通都不要？都不用去看了，反正他就一直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都不要。重点，我只要这一行就好了。重点，我只要这一行 ，B2 到 B1001 去做什么事情？刚刚我是不是有选一个快速填满？就是做它，可以哦。其他全部都不需要。好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我只是为了产生这一行程式嘛，那
要不要背？不用背，你应该要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快速填入怎么去操作它，这才是我们学的重点。好了，那下午我再教各位如何改写咯。那我们先来去看一下我们刚刚录制好填满里面的快速填入，在新北市这边 B2 这个已经完成了，可是我会希望呢按一个按钮，我就把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显示什么新庄市，哦，对不起，新庄区，可以吗？不可以打错字哦。再来这边是不是要输入中正路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会希望说等一下呢一样选到什么范围，是不是 C2 到什么 C 最后一格，然后呢去做填满，快速填满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我是不是应该用开发人员聚集刚刚已经写好的这一个县市拆分，县市拆分包含把乡镇市区以及路段全部都做好，所以我们来去修改一下这个程式要怎么改呢？其实啊，在这个地方把这些内容全部都删掉，就是这个内容在做什么，向下选嘛，对不对？根本就不用这些内容，因为真的只需要去做填满就可以了。它这边是不是终结，就是说哦，总共选从 A1 选到 A1000， 因为我是用相对位置来去做，根本就不需要这一上面那些内容。请问刚刚我是不是 B2 到 B1001 去做向下填满？所以这边我是不是应该写向下填满？可是我现在是不是希望说除了 B 那一栏要向下填满， C 那一栏是不是要向下填满？所以复制贴上，请把这个 B 改成 C， 请把这个 B 改成 C，贴上，请把这个改一下，当然最好是大小写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这就是固定哪一格储存格，然后到固定哪一格储存格去做向下填满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去执行看看咯。执行的时候，这些内容是不是要全部都删掉？这一定要有资料哦，不然没有这个依据，它到时候是没办法帮你去完成向下填满。现在我们来去执行看看，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一个县市拆分，聚集，然后县市拆分执行，全部算完，你满意吗？所以需不需要花你很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件事？以前要花很多时间来去写 left， 还有很多同学担心说，老师，我用的是旧版，现在教室里面用的是 Excel 2013，会不会是你办公室里面，例如说 Excel 2007没有这项功能？有，是你真的不知道。这个功能早就有了，记住我用的是什么，常用底下填满底下的快速填入。好，等一下开发人员这边我要改写一下，这边不能写向下填满，叫快速填入。好，我就先关掉咯，请你们先完成县市、乡镇、市区、路段的工作。